当然肯定是最重要的，还是要感谢你吧。尤其是拍这部戏吧，然后天气特别冷，然后每天要拍戏的时候，然后都会你们都会在现场陪着我啊什么的，对，就觉得龙哥你穿秋裤了吗？真的很，就真的觉得你们很辛苦。然后说让你们早点回去吧，然后你们肯定也舍不得走。然后呢，我这说着说着吧，我也舍不得再说。所以说最多的还是感谢。对，然后这部戏马上就拍完了，然后真的是我挺喜欢那一部戏的，我也觉得这部戏也一定会好。然后还是谢谢你们这么喜欢我，觉得还是无以为报吧。我能做的也就是好好拍我的戏，然后给你们看我更多更好的作品。好，